空调这个控制器没电了，充上电，2个小时吧。咱们能拉上，多好！亮不亮？你灯这位？你往灯后边站着，脸儿就能照着了，这样照不着脸。哎，这灯歪不歪？你得治呢。就一下，哎，歪，灯都插进去，往年没插进去，今年灯都插。哎，行，进屋冷啊，今天晚上特别冷，零下5度今天。姑娘不说吗？什么农家乐？农家乐，大排档。农家乐，大排档。大排档没有饭。走，我进屋了。你进屋收拾收拾，我进屋了。穿点棉袄还不穿？啊？这一串，这串不能再插，这串不亮。进屋吧。进屋，进屋。是不是挺亮的？亮。亮。亮亮，走吧，进屋吧，进屋，冷。现在零下五度了哈，现在没有，待会儿半夜零下。那现在零下3度有了，快走！给我弟浇水干啥？这浇那把那火浇灭的。没有火了，没有火了，就是。你看着了，浇子，这晚上睡觉睡不着的。浇灭咱这，那这冒火星子呢，冒火苗呢，不浇我浇去，油的灰，那下回再烧呗。这笼子火，晚上睡觉睡不消的，这大风我浇这，我说浇灭它，这猴哥不愿意了，他不愿意我也得浇了，必须得浇灭了。这个里头不浇行，到时候能灭了。地下这个木头得浇灭，你看这不愿意了，灯都关了，趁我浇把这火浇灭了。哎，屋里这生着行。屋里这生着多好看，今天可真冷了。